广州一起货车与劳斯莱斯的碰撞事故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同于以往的豪车被撞后车主索赔的新闻，劳斯莱斯女车主朱女士在事故后的淡定态度和她丈夫蔡先生的决定拒绝货车司机的赔偿，成为了网友们热议的焦点。11月4日，在广州的一个小区门口，一辆货车在掉头时不慎撞上了一辆粤港两地牌的劳斯莱斯。据现场监控和交警认定，货车司机李先生负全责。然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故，劳斯莱斯女车主朱女士却表现得异常淡定，不仅拿出手机淡定拍照，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视频。随着视频的流传，网友们开始质疑这起事故的真实性，认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摆拍。但蔡先生在随后的采访中坦言，他们与货车司机李先生此前并不认识，这次事故纯属意外。他承认决定不要赔偿确实有流量因素，但更多的是相信好人有好报。蔡先生表示，在与货车司机协商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李先生经济条件不宽裕，购买的100万元保险额度远不足以覆盖劳斯莱斯的维修费用，而他们并不想让货车司机因此背负沉重负担，因此选择自费维修。这一发言让不少网友为这对夫妇的宽厚之举点赞，认为他们展现了人性中的善良与宽容。然而也有网友对此表示质疑，他们认为这对夫妇之所以不要赔偿，是为了博取流量和关注。毕竟在这次事故后，朱女士的社交账号粉丝数飞速增长，已经突破100万，获赞数也达到了惊人的375万。对此蔡先生表示，他们并没有刻意去追求流量和关注，车祸发生后他们只是将这一经历记录并分享在了社交媒体上，没想到会引发如此大的反响。他坦言，流量高其实也说明网友乐于看到这起车祸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货车司机李先生也对摆拍的说法进行了澄清，他表示他与劳斯莱斯车主之前完全不认识，事故纯属意外。在得知自己被判全责后，他内心十分绝望，甚至不敢告诉家里人，但劳斯莱斯车主和他丈夫的宽容态度让他感到十分温暖和感激。这起事故不仅引发了关于财产与同情心的讨论，也让人们重新思考在财力悬殊的情况下如何合理对待他人的过失。不少网友认为这对夫妇的宽容态度为舆论带来了一丝温暖，也传递了正能量。